对话节目在兔年给大家带来的突然惊喜。其实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画面里都有此刻各位所在的央视的办公大楼。我想问一问你们啊，走进大楼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感到好像这个影片和这个现实，这有点不知道是哪个是现实了似的，就时空重叠了，在这一刻哈，这很奇幻，你知道吗？真的很奇幻，忽然间在我们的电影里面可以跟它共存。我一说来对话这个栏目，我说谁敢答应来这儿的？你把这儿都给冻起来了，还敢来这儿？郭导，你胆子可够大的。就在这么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里面，然后背景又是这样，觉得特别奇幻。今年的春节，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说，春节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呼朋引伴，拖家带口走进影院去看《流浪地球二》。今天我很想听一听主创人员对这些还没来得及进影院的，或者是已经一刷二刷再刷我们电影的这些影迷们想说一些什么。这是我们《流浪地球二》，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电影《流浪地球二》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团结，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主题是陪伴，里边有很浓的亲情的部分。然后我们希望在2023年，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最值得的人，我们多陪伴一会儿，在影厅里面感受这个世界。陪伴这个词非常温暖，每年的春节。过往其实是刘德华先生的一曲新春神曲在陪伴着我们。考一下吴京先生，会不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你多人不怪。哎，这首歌我觉得此刻送给《流浪地球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所有的精彩，所有的好运都送给他。来，吴京先生想要给我们这部电影做一个什么样的推荐？《流浪地球》如果能够说经过台前幕后千千万万的人的工作，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终于拍了这么一部能拿得出手跟观众见面的科幻电影，我们觉得也算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年礼物吧。然后，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坏的，有什么大家不满意的评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传递给我们，为我们下一次的电影的进步，我们再继续去努力。其实你们走过了路演那么多站哈，听到了很多现场的朋友他们最直接的一些反馈，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有让我们有一个影迷起身之后，他说了一点，他说他很感动，他说他在整个影片中没有看到主角，但每一个人又都是主角，这也就是我们整个影片中想要去表达的，因为从第一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灵感是来自于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火灾的现场，很多群众都开始往外撤离，是只有一个消防员，一个年轻人的背影逆行而上。当时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人脱掉这身装备，他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但是这个普通人在那一刻他的决定，他的选择让他成为英雄。对，所以我们从第一集也好到第二集，我们想表现普通人的成为英雄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其实刚才我来的时候还在跟郭帆在说，我说我今天听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海外的在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个《流浪地球二》的上映，然后他去赶到了他的城市里面去看电影，首先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停了半个小时的车，因为那么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的停车原来不是太大的问题，满了，结果呢他进场以后就开演了3分钟了，这样的话呢他呢就没有去洗手间的时间，那么他就一直到结束字幕一出，他想赶快要解决问题啊，结果已经等了3个小时了，结果就去了卫生间，出来以后跟看到这个散场的这些观众大家在聊，他突然发现后面有一个他们说的东西他都没看到，有一个大彩蛋，所以他呼吁说请郭帆导演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彩蛋再给用其他的形式给表现出来。那其实我也呼吁一下他再买一张票早点到 shopping mall 对，专门等那个彩蛋的出现，他就去刷了2刷和3刷。其实你从这些细节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所有期待流浪地球二的朋友对整个影片的故事架构或者是人物的塑造都有很大的期待值，这种期待值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它是一种压力呢，还是一种动力呢？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你看我们路演的时候，有好多的网友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
不断的给我们提供一些鼓励呀、啊，或者鞭策呀、啊，或者意见啊。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挺兴奋的，因为我觉得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电影一定要有观众去看。嗯哼，那么这个电影它是完整的，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嗯，所以因为这些观众不断的给我们这些，我们觉得有干劲儿。当然，有干劲儿的同时就会带来压力。刚才刘德华先生跟吴京先生用他们的歌声送给了《流浪地球二》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哈。精彩的都来，我想问问副总，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影片持续的上映过程当中，会不会突破我们《流浪地球一》创下的46.86亿的一个票房纪录？我个人觉得，现在已经就是通过我们的上映，观众的反馈、社会的反响，那么我觉得起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的时候，其实票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嗯，当然，如果在现在还没有去影院的朋友们，嗯，和去了影院还对影片的某一个细节不了解的，去二刷三刷，我想那个数值应该是能够突破的吧。其实真的因为这部影片当中有很多的惊喜和精彩是值得期待的。在我和身边很多朋友看来呢，刘德华先生从《流浪地球一》的幕后走到了《流浪地球二》的台前，就是一大惊喜。因为大家原本只是在《流浪地球一》的字幕的明谢里看到了刘德华先生，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在《流浪地球二》里面你可以出演一个角色。说一说郭帆是怎么忽悠你的吧。也不是忽悠，我是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大的框框，它需要有不同类型的电影。嗯，就是我们有动作，有我们的耍帅的啊，还需要有一些科幻的。既然我是电影里面的一份子，然后有这个机会，也知道我们能够打开那扇门，可以往外看一下，能够参与。那中间可能说很多很多不同的新闻出来，他找我，我找他，怎么怎么样。嗯，今天我们是一次官宣，对，到底是谁找谁？我们的命运刚刚走在一起。啊，他没找我，我也没找他，就遇上了。如果说拍电影，我已经拍了40几年了。这个地方要消音，因为你看起来就像2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二十岁开始了。那就中间我们碰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是。然后既然真的是可以为科幻电影用心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觉得这一次机会很难得。我觉得这的确是心里话哈。对吴京先生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用很难得来表述你参加《流浪地球二》，因为对于影迷来说，大家都知道你在《流浪地球一》里都壮烈了，然后这次对喜欢你的影迷来说真的是巨大的惊喜。什么？吴京又出现在《流浪地球二》里面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双向奔赴吗？应该是我很难得，我很难得。从情感上来讲，我们特别能够稀罕京哥能够回归到第二季，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能够让京哥回来呢？因为京哥在第一季的时候给我们太多的无私的帮助了，那就往前写呗。因为如果我们又复活什么也挺扯，同时还可以拓展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还要可以尝试一个其实是在视效的领域中最难的一个技术，就是做人。我们可以尝试去把京哥回到20岁左右的样子。刚才郭帆导演说了，说让我复活这事儿挺扯的，所以看来三就是没我了，你知道吗？不，他们还要继续往前写哈。有没有我真的无所谓，不要因为就是我这份情谊我领，他们说很感恩，但是不能因为感情去让一部电影去受损失，所以就是包括这两天我们在聊天，我说三你再有没有我，你要根据剧情去走，不要因为就是你要总是要说谢谢你啊，我们大家的情感而去把这个角色再加进去，而破坏整体的剧情。但是我特别的感谢郭帆，就是给了刘培强一个完整的一生，我觉得刘培强应该是无憾的。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因为你们两位在电影里都被年轻了，第一次看到自己在荧幕当中又回到了所谓的小鲜肉阶段哈，刘德华先生，您的感慨是什么？多好啊！谁不爱年轻时的容颜啊？青春嘛，真的。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跟我们电影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那个数字生命，就那么2分钟看到自己年轻，也会觉得很温暖。对。这是《流浪地球二》给我们的。对吴京，你觉得那个技术做出来的年轻的你像吗？多好啊！
其实郭帆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他一直不给我看。嗯，他说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去读我们以前以往的作品照片，对，然后跟现代去再去融合。嗯，跟以前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又取决于当今线下的这个我的这种作为基础。嗯，所以就是增加一个难点，就是到底该是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呢？嗯，展现年轻。对，然后有一点肯定的就是，首先，身体得担保，不是像我们，啊那种魁梧有力的那种。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眼睛，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待人接物。嗯。所以，那种表演的方式，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演大侠嘛。对。也是这样。一出来这个范儿就在。一出来这范儿，就怎么让自己。从小就是大侠。怎么让自己呢松下来？嗯。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找了。几个年轻人，嗯，在现场，比如说你要遇到一个女孩，嗯，你会怎么去表演？你会去怎么样去说话？嗯，你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嗯，结果各种各样的，哎呀，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在遇到爱情的那一瞬间，你发现了你们俩眼神有啥不一样吗？眼神是一样，都是真挚的啊，但是动作完全不一样啊。他们是就是像我们就可能是说，在我的理解里面，可能是，韩朵朵。是那样的，嗯，他们的表演不是，他们是，哎，我告诉你啊，我你们是这样来的，副董，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是，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表演对刘德华先生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之前所有人贴在你身上的标签就是冻龄，是不老男神，是逆生长，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切对你来说太容易了。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你不觉得吗？我不会这样。我就觉得年轻会是一种态度。这一次其实，导演会希望我们对大家都会记得刘德华年轻的长什么样的。嗯。但是，他希望的是土恒宇。对。他的年轻是怎么样？他是科学家，他从小喜欢的。跟刘德华是不一样，所以他的表演可能就是保持那种年轻的态度，但是他需要有角色上面的底气，不一样的。二位真的在屏幕上呈现了角色年轻时的状态，刚才两位都说太好了，来，你现在也用太好了造一个句子。太好了，你们都在。在今天这期节目制作之前呢，我们专程去了电影院，采访了几位刚刚走出电影放映厅的观众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对《流浪地球二》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想问。本人特别的喜欢华哥，也很喜欢他去饰演的这个涂恒宇这个角色。我想问一下华哥，就是您本人对这个表现是否满意？那您觉得就是水下这场戏会比较难，还是说去整体的塑造这个人物非常复杂的内心情绪会更难？都难，都难。您看啊，现在身后这个 Moss 已经出现了，面对他，你真的不怕吗？我不怕。所以我们要问您的问题是，你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害不害怕？来，请对着 Moss 回答。我没有，我还记得刚刚开始拍的时候，导演还跟我说，我们水底的不需要在水底拍的，他还说过这句话。我还不回香港之后，还要一直在想怎么演呢？我不，没有这个怎么演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拍摄的场面。没去过游泳，我每一次下去是恐惧，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挑战。会想到这种，我万一没气怎么办？刘德华嘛，他不能让人知道我是。还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对，太多了。每个人都有一点点不想跟人家分享的秘密。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解密时刻，就是。刘德华先生虽然内心对水有恐惧，但是表演一上来的话，状态一到的话，没有什么不可能。基本上就到拍戏就忘了。然后导演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从来没有讨论过水，从来没有讨论过会有危险。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感。我们从第一集到第二集，我觉得所有演员都是呈现出这种信念感。但是确实也真的很难演，他要沉到8米深的水底，而且为了要沉到水底，他的衣服里面全是配重。不然沉不下去。大概会重量有多少？那身衣服上不用得30多斤，60斤。60斤不是6块啊？6块，一块十斤。1000块，大千块。对对对对。然后下去之后还要表演那个溺水。
其实不是表演，那是真的要去，对，就是真实呈现，嗯、就是现场的即时反应了。你会发现，当镜头说开机的时候，那一瞬间，所有的演员的那个信念感全来了。嗯，金哥也一样，金哥在去做所有的这些动作戏的时候，嗯，一直跟我说要真来，要真来，摔了好多条，从一个高点摔下去，从一个高点摔下去。嗯。而且他的腿又不好。今天我见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腿到现在还没好，你就每天拖着这个伤残的腿出现在片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慢慢来吧，先因为这个腿后面能好的，我觉得科技越来越进步。嗯。但是像《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嗯。这种机会少。对。所以还是趁现在能拼一下。真是为了电影拼了命的一个人。来，我们让导演找一个有没有在提问当中专门提问吴京的。此刻这个问题能不能温暖他一下？特别想问一下吴京老师，在这部电影里面，发现你的动作戏少了很多，就是想问一下，你是拍动作戏更爽一些呢，还是拍情感戏更爽一些？哦，这个问题够温暖啊，因为回到情感世界了。我其实觉得都很爽。嗯，不爽的时候就是你自己都知道，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你没有得到那种真实感，那个时候是特别心里很懊恼的。比如说有一场戏，是我跟后来被他剪掉了。我们的两个点VR点很窄，离前方也很近。那个大炮冲过来的时候，跟我的头是对冲的，整个VR冲过去。要是你们双方任何一方失控的话，就撞到。因为他是用登山绳，他会有荡，会有左右偏。对，就是你就得看着他，冲过去的时候，快出镜的时候，头得必须得过去。那个速度是大概是这样。有两次他们觉得说很危险，就是说还没有出镜之前，他们机器就避开了。我当时那种感觉，其实我后来跟他们道歉，就是为什么要避开？就是明明就差那一下的时候，那个是最这个镜头里最闪光的那一刻。你特别不愿意为了保护你的安全而损失了影片的精彩。我一定要向他们道歉的。但是呢，就是这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请相信我，我能够避开它。但是他们都是为我好，所以后来就是大家慢慢熟，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对。那还得放下心来。导演说 ，OK， 我们再多一些时间磨合，再去配合他。那个时候唰那一下过去的时候，那是最爽的时刻。哎、那个是最爽的。啊。而情感戏，我觉得最爽快的也是，就是说，就有一次，就是因为在自己的角色里，演完了。导演不喊咖，我们在自己的角色里继续去演下去，一直演到记忆卡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作为这个演员跟角色相融，然后只要你不喊咖，我能够一直的演下去，对，那种感觉是非常爽，所以真的都挺爽的。我觉得是那种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在绝对紧张又相对放松的情况之下，融入到自己的角色，让自己的角色永远的顺畅下去，那种感觉是都很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观众还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想问。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提问一下，各位主创哈，就是像好莱坞有非常著名的 DC 宇宙和漫威宇宙。我们其实从小也是看着这些电影长大的嘛。那我特别想知道，对于我们《流浪地球》来说，是否会打造一个像《小破球宇宙》这样的一个系列呢？副董，请回答。我觉得通过一和二的这样建立了这么样一个好的这个 IP 体系，同时呢，观众又这么认可，作为投资方或者作为我们这个影片的这个出品方呢，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助推这个国帆团队来挖掘，把这个《流浪地球》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在观众心目当中都已经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给它延续下去。当然我也希望别再四年了，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设计的那个内容有关。比方说如果我们现在说我们比方说第三集我们拍第一集的内容的话，我很负责说我们两年一定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说我们又有新的部分的增加，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包括一些新的剧情的话，拓展开来之后，可能它又会回到一个研发过程。因为四年是从第一集也是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我们到第二集的时候我们本来以为是从一到二，后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体量规模包括我们的剧情的需求都上去以后，
真正一上手又是从零开始，我们又真的有好多的镜头，好多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又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用这些影片去积累这些经验，而且要积累出我们符合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业化的流程，对，工业化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高效的去完成。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第一集中，甚至一开始连一个宇航服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做，如何下手，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在现场的一个生产线，我们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做，马上就可以做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比第一集要进步很多的。但同时我们相信到第三集或者往后续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可能需要有一部分的技术的创新和融合。但是只要有创新和融合，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些试错的风险，不断去记录，然后不断去往前推进。所以其实这个四年中有一部分的是研发时间。其实我还挺希望是四年一部。就时间长一点，因为四年嘛，一个大学读成了，对，每一次的流浪地球都是由一个高中生进入大学校园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无限多的错误，这才是为我们将来有更大的突破奠定一些基础，更夯实我们的一些底气，为科幻电影多做一些储备，对，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技术储备，还是说对于未来向往的储备。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是提给谁的。来，数字生命还有这个机器觉醒这一块在原来的小说里是没有的，不知道导演可能在这方面他整体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想法吧。小说是诞生于2000年前后的，是在那个时间点呢，我们的移动互联网设备还没有那么发达，我们还不会太多的想到这个。如果在那个时候真的提出来，比如说数字生命啊，或者这个虚拟世界呀，可能还是一个相当科幻的一个感受。但是经过这20年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数字互联网，我们的移动设备的应用，让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所以我们想从原著小说里边找到一个更加符合当下观众的支点，那个支点其实就是数字生命的来源。你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动过我们的钱包？我们找不到手机的时候就会特别慌。对，而我们的身边，我们时不常就会听到脑机接口的发展进展，量子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进展。时不常的就会听到元宇宙，而这些都是一些点状的技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完善的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对应的。那时候也许我们真的会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你选在哪儿。你是在现实世界里边还是在虚拟世界里边。其实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就是《头号玩家》也讲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第一集其实埋了一点点，但第二集我们就是把它拓展开来，也是为了能够在到第三集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它拓展开，变成了一个现实与虚拟、现实与数字之间的一个对抗。当我们听到主创在谈到他们的用心、他们的憧憬、他们的展望的时候，作为制片方和出品方，傅董，您的内心是喜悦的呢，还是多少也有点忐忑？因为他们越拍越大，越拍越爽，您的钱可能就要越投越多哈，这当中必然有某种联系。首先，我不是越赚越多吗？哎，这个心态好啊！刚才就几位都说的这个相互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对完成这个科幻影片的一种信任。从第一集到第二集，特别是这个《流浪地球二》的时候，我跟郭帆最多讨论的，每次都是他要增加的那个想象力。他跟我说的都是想象力，没说的是他要完成这个完成那个，他觉得那么好。其实背后就是再加点。那么肯定作为投资人，他不可能不去感觉我的投入产出比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你拍去吧，没事儿，这也不太可能了。很多人都说，如果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像《流浪地球》这类的科幻影片，是想都不要想，碰都不要去碰，更别说掏出真金白银去投资的影片了。所以你是如何跨越这样的一种想法？确实是，你比如拍一个低成本、中低成本的一些社会题材的，或者爱情题材，或者其他，
它的回报率会很高。这个科幻影片的这种投资呢，相对就是投资很大的这种，它的风险也就会相对大。电影它是需要有不同类型构成一个丰富的电影世界。我个人认为，科幻影片是各个类别里头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烧脑、最需要考验主创团队，包括导演、编剧，还有演员怎么呈现的。所以这个也是对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能完成《流浪地球二》，可见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一定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那么我觉得作为中影来讲，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这种高品质的，或者说是能够体现中国电影水平的，我一直说《流浪地球二》是一个里程，中国电影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影片，所以呢，我想我们未来也还会在这个方面，去投资，这个也是建立在我们相互的这种信任的基础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的电影当中没有像《流浪地球二》这样的一个科幻电影，它对中国电影的损失是什么？那么这一次，其实郭帆在尝试，科幻类型的同时，他也尝试了一个电影工业化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个他把从剧本的这个标准化，一直到拍摄他的这个预览，一直到他后期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在往一个流程化和工业流的方向去走的。对。那么他带来的实际上是你未来的爱情片，未来吴京老师的这个动作片，他可能也很大程度可以这个借鉴这些流程的管理，他能够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能力和创作水平。但确实它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题材。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采访说，您在1995年的时候看了卡梅伦导演的《终结者二》，心中就萌发了，或者说燃烧起了要做科幻电影的这种熊熊的火焰。你知道吗？卡梅伦导演曾经就坐在同样的座位上接受了我们对话的采访。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让你去触碰甚至是沉浸在了我们的科幻电影的世界里。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吧，就像金哥也经常说，我们生命中的生命体验很重要，我们只有一生，对，那么这一生我们如果能够寻找到那个目标并且热爱那个目标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投入全部过去？而且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去航天城点映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起身说，我看了第一集4年后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对，4年后我现在看了第二集，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决定，未来啊我要从事航天工作。我们这帮人当时好骄傲，说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名航天员或者是有一个航天工作者是因为看了我们的影片，他决定说未来我要干这个，我觉得我们任何事哪怕赔钱也没有白折腾，我们觉得我们是值得和骄傲的。我看过一个文章，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说科幻作品其实是创新的沃土。现在大家提的很多的虚拟现实，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是出现在美国的一个科幻小说家的小说作品里，那部小说叫皮格马利翁的眼镜，当时是1948年就提到了这个概念，后来到1968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家依据这部科幻作品，真的做出了全世界第一台虚拟现实的头戴式的显示器。它的确让我们从科幻的沃土里找到了创新的一种力量。其实我觉得是好奇心吧，就像15000年前那帮原始人，好奇心抬起头看看星空，天上有星星点点的。到今天我们的火箭可以发射出去，我们的航空器可以落月，是因为好奇心驱使我们前进，同时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驱使好奇心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些科幻作品，科幻的文学作品，可以不断的去给我们去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同时我们通过科幻作品中的这些价值观让我们拥有勇气，勇于迈出那一步。这个春节电影院线重燃战火，开启中国科幻元年的他再次重装上阵，上演王者归来。真的有机会再继续发展我们科幻片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性。一个演员能够拥有一个角色被大家记住，对我来讲我是
是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特别期盼的是我们能够拍一个未来的历史，未来的纪录片，影片和这个现实不知道哪个是现实的。中国式科幻如何从工地化走向工业化？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趟着，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科幻影片是各个类别里头最具挑战性的，这个也是对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的一个考验。一上手又是从零开始，我们就真的有好多的镜头、好多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们怎么样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的时间把这个工业做好。对话、独家解密、流浪地球背后你所不了解的真相。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东方豪华旗舰 MPV 红旗 HQ9 特别赞助播出。当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仰望星空，其实我们也有了更多脚踏实地的这份定力和勇气。对于两位而言，你们现在可以回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角色，就是好爸爸。在你们孩子的阅读作品当中，或者是观影体验当中，会不会也特别鼓励他们去看一些跟科幻相关的作品？一之前我对科幻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科技别太快，因为不会打的人都能打得那么好，我们会打的人以后怎么办？怎么去拍动作片？后来郭帆找到我的时候，我先问了我太太谢楠，我太太说，老公你要去，你是一个宇航员的时候，你不就给你的儿子心中埋下了一个科幻的种子吗？我太太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应验了。前一段时间我太太带我儿子上那些课的时候，还在探月的五个基本物件是什么。我觉得64年后这个种子发芽了。所以科幻的是可以培养一个小孩子他对自己的未来的向往。然后有一样事情，就是我女儿好到现在还不肯看我的电影啊。对对，我现在还是在培养他更喜欢看生活中的你。很难说。我希望就是每一次我见到小孩，多看电影，多看书。如果刘德华先生马上要带女儿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秘诀可以给这些年纪比较小啊，从来没有接触过科幻作品的人啊，提一些观影提示？不用，完全不要给孩子任何的提示。也许他会有看不懂的地方，但是电影它不仅仅是为了去呈现科学，如果完全是为了呈现科学，那可能是个科教片。就像我儿子也会看完之后跟我说，爸爸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说爸爸只能解答一部分，因为有一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回去晚上看他自己就在那儿翻书。我觉得这个是那颗种子很重要，就是他会带着很大的一个好奇心。我们不需要给他们太多解答，因为在未来的历史上，在他们的一生中，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无从解答，要需要他们自己去探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特别棒。我看到的一些采访资料当中啊，提到你组建了非常多的团队，包括请了一些科学家，来做一些很基础的跟科学相关的工作。我们中科院大概有20多位，包括物理组、天体组，包括力学组，计算机这些领域的专家帮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世界观。我们经常会讨论到夜里2-3点的时候，还发在微信群里在发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非常细致去建立这个，甚至于华哥面前当时的好多电脑里面的那个画面里面所有的代码都是真实的，就真实的代码。如果观众感知到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不存在的时候，他就不会相信我们电影中的角色，不会相信这个情感，也就很难产生共情。所以我们就竭尽全力让他觉得这个东西，哎，你们好像还挺用心的，让它变得真一点。但是这个真的让世界变真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知识框架很难去完善。所以我们就像电影中的那个团结一样，我们也是团结了我们所有可能团结的力量，去共同完成这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20万字加上第一集的也有接近10万字的这个世界观，我们到第3集有可能还会拓展。但是总有一天它接近一个小百科全书的时候，那么我们任何一个支线支出去都有可能形成，比如说剧啊、短片啊、对动画呀、主题公园啊，它像一棵小树一样，它能伸出很多枝芽。对，这样的话，即便我们这辈人都不在，但是新来的人依然可以去继续往上去完成这件事情。前些天呢，作家刘慈欣先生在接受我们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在过往的这些科幻作品当中，基本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买一个 IP 过来，我来改编。
但是在《流浪地球二》里，他看到了大量的是我们原创的一些编剧内容加了进去，这是我们一定要这么做的一个选择吗？首先两个载体不一样，小说是一个文学载体，电影是视听语言载体，所以由于载体不同，我们一定要选择最合适于这个载体的表达方式。我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大刘的那个小说的精神内核，对比方说我们带着家园去离去的这个事情，我们一直紧紧抓着这个内核，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由于载体的不同，我们必须要选择符合电影表达方式的，因为电影的核心就是角色跟情感，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所以第一集中我们选取的是一句话，那句话是当地球经过木星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看到了木星壮观的景象，其实并没有炸掉木星这件事情。第二集我们选取了一个是一个情感向的，是一句话，是我相信终会看到蓝天，鲜花挂满枝头，我们也是一句话，对，我们把这句话的意象又变成了今天的第二部电影，所以我们是选择它的精神内核和它的意象，去用电影的方式，用视听语言的载体的方式，我们去配对应它，然后去做原创。这对于剧组而言，跟以往的拍摄方式相比，有什么地方是好的？我们大概这次有20多名实习生，就是电影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分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部门，他们每天只有一件事情，每天犯了什么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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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记下来，因为我们很容易忘，我们杀青手这么厚啊，我就看这些错误，我想我都犯了多少错。前段时间那个学校老师把它整理了一下，压缩成了2页纸，那两页纸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流程，然后我们希望像这一类的影片拍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积累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个流程变得越来越丰富，对，也许有一天它可以在电影学院里当一本教科书用。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流浪地球》拿到了最佳影片的时候，那次金鸡奖之后，他就一直在说，他希望能够把他的整个的拍摄过程未来能够形成一个教学的案例，能够无偿的提供给电影学院或者提供给学校们。我觉得他这种出发点和这个呢，是整体的站在一个推动行业的发展的，这种情怀的东西，我觉得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我们真的看到了在中国电影工业化道路上一群脚踏实地的人，他们的跋涉的身影。但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工地化。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可能连工地化都没有做到，我们第一集应该是作坊，作坊化的。第二集呢，他们都说工业化，然后我们真到现场，真的有点像工地了。然后之前好多吊车，至少这些东西出现了。我觉得工地化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个进步。我们下一步是从工地化走向工业化，也许第三集的时候我们真正能看到工业化。而且工业化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因为很多观众听到它的最直观的感受，工业化三个字之后就是特别硬的，对，大的，然后机器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工业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是一个制度，是一个流程，是一个标准，这些东西都是软性的。那我们找到了一段视频呢，可以让大家来看一看，在《流浪地球二》的拍摄现场，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哈？每天都在研发，看你们研发，是我们质感都很好，就电池这儿金属，赶紧去打卡。我们在这一次中确实有一些创新的技术组合吧，就包括我们的那个 3D 打印的技术使用，包括 CNC 的这个数据车床的使用，我们现场会有一个生产线，我们像生产一个产品一样，我们把它流水线生产出来，然后以一个模块化的思维，我们去做我们的所有的造型，所有的道具，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场景，其实我们的场景也是按照像拼积木一样，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极大的加快了我们的生产效率。这真是一个集约化的一个生产流程哈。那在我们演员的这种体验当中，这种拍摄方式或者说这种现场的场景感，跟以往你们拍其他电影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现在就是科幻片里面需要的那些真实要到什么程度？要我光头的那个造型，穿那个衣服，它的重量，它的那个，你会发现，我没那个外套，就没那件机架，拿不起那个枪对，
那个状态出不来。对对对对，啊、嗯，然后你走的动作，如果你没有那个，那个是软的，你走的时候就没有更长、更长、更长，嗯、他就让你真的很真实的是感受到那个、嗯、工业化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趟着，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是现在真的是看到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进步。一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拍刘佩祥扎木星之前，我有感情戏天地跟儿子对话，那时候我们的灯因为要旋转那个这个灯的时候是拿了一个就叫做大炮把这个灯装在上面，底下用人在摇，几个人就是滋牛滋牛，噪音很大，滋牛，你这儿想说话，刘琦滋牛滋牛，儿子我滋牛滋牛，这不特别干扰你的表演。对，然后第二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表达情感戏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看到的是大概是这边是大概是20个滚筒式的，20个人，像以前的话应该是得80个人在控制这20个灯，而现在是大概是10来个人，一个人顺线，一个人他自己就转起来。工业化还除了见到先进的机械之外，更要注重人性化。像这次我觉得无论1跟2的时候，我们流浪地球的那些宇航服和这些潜水服，对，很重很重，那大家都在怎么解决演员身上的这个减重问题、减负问题，拿那个钢片一直在磨、在压着、磨着你的，你是拿肉体在跟人家抗衡。可是，在休息的时候，哎，我们的工人就发现了，发明了一个叫做龙门吊，啊，吊，它是一个龙门，咔，几个钩，人往那一坐，一钩一扣，咔，你的脑袋没了，但是它减轻你的负荷。哦，把衣服吊起来，减轻重量了。对，那40多斤、50多斤的一个东西，你就啊。我可以喘口气了。那你说这个算不算中业工业化呢？如果我们每一个电影都能够把我们的制片部门跟道具部门我们的智慧融合在一起，更加人性化，我觉得我们就真的会向工业化更靠近。工业化毕竟最后是为人服务，为电影服务的。所以在工业化推进的进程当中，有科技的力量，有我们剧组的用心，做到了足够精细的把控。他们对于细节的要求到底有多么的严格，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他只有相信这个世界，才会相信这里面的人物跟情感。保险要开，这是战场。小黄哥怎么样？小钟会员确认一下那个名称，所以说那点细节是为了让观众更信这个事情。我记得华哥在月球上那场戏的时候，他拿了一台机器，里面的戏用名称叫550A，其实是一台超级电脑，这个电脑的底部上面有完整的信息，它几乎不会被拍到，但是我们其实也都做了。为了对应这个，我们有一个VI 团队，就是视觉识别系统团队，而这个团队是统一的，把全片的所有的视觉统一在，比如说同样的字体，同样的 logo，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字体，字号、字间距、中英文的比例，这些全部都是有标准的。我们形成了一套 PPT， 就是一个相当于说明书吧，这个说明书有800多页，所有的场景中的所有的细节都会呈现在这里边，而这里边的细节有一些是我们怕有失误，就要不断的。为什么说夜里2、3点，有时候还会跟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去沟通？是为了能保证这里面的细节是真实可用的。类似这些东西，我们做的还是挺多。比如说我在从造型，从眼睛受伤，今天我们拍3场戏，这个受伤3天以后，这个是8天，然后这个是2个月，我已经满身血，坐那边，但还要换，还要换，我在这种，然后那个化妆那个女孩，很厉害，那女孩就对，然后导演都进来了，然后大家。就一点点，对对对，再给我3分钟，然后那个眼镜的那个，我们曾经中间有试过，不要那么深的，就不要度数不要在1000度的，就换一个400的，这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他们都要求。我跟马昭两个人，每天都拿着那个没有度数的拿着，趁他不被换上去，是带就。看导演
进去了，我们就换，然后导演就会看得出来。所以那些小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相信。然后让我相信我是角色。嗯，我想起了之前我看到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你会看到这个剧组他们对于细节的把控，其实并不仅仅是聚焦在主演的身上，包括可能平时不怎么被大家注意的群众演员。今天群演350人，然后我们9点钟我们得彩排。哎呀。情感的共鸣其实是来自于真实的一个情境的营造。我们当时其实在这一集的时候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呈现世界的多样性。我们整个的导演组，我们分了一个彩排组，彩排组里边有一项任务是什么呢？是给每一个群众演员编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经历。就是你的背景，你的生活是什么，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你失去了什么。当你每个人都设计完之后呢，他既有他的属性，也又有他的目标，所以当他去演戏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在那一刻他所想所求以及他失去了什么，所以他会感动。包括金哥有一个 MOS 面试那场戏出来之后，金哥去拿衣服，旁边有一个人，他是一直在哭啊，我们就会跟他讲，大概你如果面试不成功，你会失去什么？嗯，所以他真的演得很投入。这次看完《流浪地球二》之后啊，很多的媒体也好，或者是影迷朋友也好，都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他们的观后感里，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叫“中国式科幻”。觉得它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和理念，家园的理念，就是带着地球去流浪。对，包括他。集合和这个动员更多的国家一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核，包括我们里面的兄弟情，对，父女情，这个夫妻情，因为科幻只是一个表象或者一个壳，你的魂还是价值观的东西，这是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情怀，对，包括电影里面在水里面，华哥看到的，哎，北京房价便宜了，300块钱一平，这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式的。就用我们影协的道明主席说，就是有中国式的文化自信，有中国式的中国人的个性表达，用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和思维去描述中国式的浪漫，描述中国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嗯，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式的浪漫。这个《流浪地球》的世界就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它就永远都会有留着那种中国的那种气味跟血液在那，所以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人性吧，价值观嘛。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特别震撼人心的场面，就是300位宇航员引爆核弹。其实这个当中是不是也透露出了我们中国式科幻的某些精神或者情节在里面？当时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团结。就像雪健老师在影片中在联合国有一段演讲一样，我们无比的渴望团结，所以我们就想在拍摄中能够展现出这种团结的力量。我们有一个群，包括副总那儿经常都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就是团结。我们每天跑路演，我们上场都像打篮球一样，我们还要所有的手连在一起说加油。就是这股力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股力量，不管是戏内还是戏外，我们传递出去。这样的一种团结的精神，其实也造就了很多奇迹。从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程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流浪地球二》这样的一个电影来丰富我们的电影类型。所以，傅董，我不知道您会有着什么样的心愿啊？就是让中国的科幻电影可以有更好更多的一个输出，而不仅仅是靠《流浪地球二》一己之力在推开科幻电影的大门。《流浪地球二》实际上我老说它是里程碑，是一个示范效应的，它会带动很多未来的创作，未来的影片类型的开发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科幻的目标呢，是带动年轻人，带动未来的新的生命，它来有更多的
这个想象和实现这个梦想。这个春节，电影院线重燃战火，开启中国科幻元年的他再次重装上阵，上演《王者归来》。真的有机会再继续发展我们科幻片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性。一个演员能够拥有一个角色而被大家记住，对我来讲，我是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特别期盼的是我们能够拍一个未来的历史，未来的纪录片。影片和这个现实，不知道哪个是现实了。中国式科幻如何从工地化走向工业化？我们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趟着，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科幻影片是各个类别里头最具挑战性的，这个也是对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的一个考验。一上手又是从零开始，我们就真的有好多的镜头、好多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们怎么样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的时间把这个工业做好。对话，独家解密《流浪地球》背后你所不了解的真相。很多人在看到《流浪地球二》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流浪地球三》。所以站在现在来憧憬未来，我想我们四位嘉宾可以一块儿来带着我们进入到《流浪地球》的科幻空间。你会觉得未来我们在《流浪地球三》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听到什么样的故事？我就一直在想，《流浪地球一》炸了木星，《流浪地球二》炸了月亮。三的时候炸哪个球呢？我很想把我老婆找回来。我就跟导演说过，我好像老是喜欢女儿，不喜欢妈妈。来一个合家欢，丫丫就变成数字生命，长久的。他希望在未来，就下一次如果有那个空间，有一个容量的话，对，我希望把老婆也找回来。我其实特别想看到那个华哥和女儿，他那个他们那些情感的，在那样的一个数字世界里的是一个什么样？就是女儿能长大，华哥变老，这个就是这个更多的我是想看到这个情感的戏在这里面的更充分的东西。也给我展现一个数字生命到底是怎么个现在想象不出来的那么一个东西。对，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大家期待但是却又不怎么了解的一个数字空间当中。对。但弹幕飘过说不要把华哥变老，都可以为了角色什么都行，什么样什么都行。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那还再老是80岁还能老哦。流浪地球四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老年版的这个涂恒宇哈。郭帆导演，您的想象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是一直觉得电影是有生命的。他戏内戏外，我特别希望副总钟颖金哥，我们从第一集第二集已经是8年时间了，如果再有一个4年可能是12年时间。人生有多少个12年？我特别期盼的是不管是戏内还是戏外，我们这些人在一直都在。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说，我们在，我们一直都在，不仅仅是来自于创作团队的一个承诺，更是我们所有人对中国电影的一份希望。进入到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其实越来越多先进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的电影有更丰富更多元的表现形态，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进入到了哪一个年代，科学的真、人性的善和艺术的美，相信永远都会是我们电影工作者不懈的追求。